天气冷了，也要补补一下身体。这个是红枣，我今天就拿来做一个心态油，就是把这个糯米跟这个红薯蓉塞到这个红枣里面，这样都起到清补的作用，又不会上火。先把这个红枣去掉里面的核，搞好了。现在把它清洗一下，先把这个糯米粉捏成团，加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加，要不然就会变湿。现在就把这个红薯蓉，其实这个咸自由搭配的，自己想吃什么咸的话就搭配什么咸。现在我就搞成一个个小圆子，好了，够了。现在就开始把这个糯米跟那个熟油一起灌进来了。这个糯米我就不放糖，因为这个红枣跟这个红薯蓉它本身都有糖分的，但是如果觉得不够甜的话就加一点了。捏好了就把它摊开，然后再放一个包上来。搞好了就要把它塞进去里面，塞到这里面来，要把它按成这个红枣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搞定了，现在我就要烧火，开启滚开了就可以蒸了。滚开了就放进来蒸了，就要蒸几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。已经熟了，哎呀，因为里面包这个咸的是熟的，你去蒸一下那个糯米可以了。这个就是我今天做的红枣心太软，为什么叫心太软呢？因为它里面的心都是软软的，哈哈哈哈，取这个名字好听吗？
我来尝试一下。味道很可以，这个红枣已经变软了，糯米也熟了。如果大家在家喜欢吃这个青菜软，就在家里自己做，很不错的一个小吃。喜欢九妹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想了解九妹最新鲜的土特产，就点击屏幕下方了解更多和搜索淘宝巧妇九妹。谢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。